非499吃到饱，老客户求补偿，中华电信回应了。中华电信昨天不按牌理出牌，推出了母亲节特选方案，499元就能上网吃到饱，全民都能办，反应超热烈。不止线上文字客服无法进入，记者试打客服专线一小时也完全打不进去，无法续约。所以他还是要你去那个，要你去门市解约再重办的意思。是。远传台哥大立马跟进，通通499元上网吃到饱，但旧客户可就气扑扑了，上网留言开干，绑约老客户都是白痴，打爆十几年老盘子的脸。至于中华电信怎么回应呢？若客户对于现行使用费率或绑约优惠有任何疑问，建议直接至本公司实体门市或拨打客服专线，服务人员将依客户门号实际状况，提供最划算且适合的方案让客户选用。俯瞰动新闻，绑约老客户签到，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